这个加百隆，他当然了，他的商船是现在镜头呢是从彼得的所在的家看过去这个会堂。那这样说的话，那彼得的家跟那个会堂很近啊，很近。然后再近一点看呢，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天中浏览图是这个样子，有人试图把这一个图呢再来复原当时的那个会堂，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哈，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彼得的家里在旁边。啊，然后呢就很近很近哈。OK， 那耶稣在会堂里呢会有讲论讲道，然后呢医病啊，甚至医治彼得的岳母和勒宾啊，好了，岳母起来还服侍众人。那这个记载再来呢，就是有医病、有赶鬼，甚至洁净大麻风的人啊。当时大麻风的人你都知道哈。都自己说我不洁净，我不洁净啊，就是叫人家离开他，说很难的，很困难。哎呀，这个想到这个图面这个场面啊，这个图片那就让我看到耶稣是愿意接纳罪人。其实今天的经文就是我们的罪，耶稣愿意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症。所以这幅图画我觉得蛮感动的，每次看我都很感动哈。大家都远离，只有耶稣近前来。好，那到今天呢、啊，这个第二章呢，刚才你们读的经文，一开头经文就读到这个的部分啊。那这个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卡通的啊，那就是说哦，那些人那就聚集了，哇，连那个门前的聚集人，然后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啊。我比较小声是吧？要吃点鸡汤了啊。OK。好，那这个不能进去哈、啊，所以怎么办呢？哎，这个四个朋友呢很有创意啊，不但是怜悯人，很有创意，很有毅力的哈、啊。哎，不放弃啊！如果你看到你去看电影，电影院的门前都已经这样子了，你就哎算了，下一次再看是吧？哎，不是，你看很有毅力的，我们上去拆顶上去拆顶啊！那你再看下去呢？就有一些的背景呢，其实巴勒斯坦的那个房顶呢，哇，都是一个平房，有旁边有个楼梯的可以上去。那个顶呢是用这个瓦块、树枝，然后有些粘土的盖成，是很容易的，蛮暖的，真的容易拆，也容易的，等一下也修复起来啊。我相信那四个人不是拆完了走喽这样，不会到时候也是帮他修复起来，也容易说得过去啊。现在的房子很难啊，现在的房子很难。OK， 那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说、哎、我不要看卡通，看那个这个解经书里面的图片，这里有个图片是这样子的，然后从这里上去啊，拆那个顶啊，拆那个顶。OK， 好，那拆通那个顶呢啊，真的可以把人可以垂下去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刚才我说，这个坛子呢是这个摊子呢是一个生病的原因是。源自于他有罪，要么你看到刚才你读的经文，发现，哎，后来说的就是说耶稣愿意赦罪，开口的第一句话是说这个话，就是我们的题目啊，你的罪，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样子。那这个犯罪而生病，就不要搞错，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罪引起，有的时候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啊、神的荣耀也给人家有一个、我们跟随主的人有一个属灵的那个什么那些品格能够被锻炼出来都有可能、啊、有的时候是神来试验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得胜那个信心够不够忍耐够不够依靠他的心够不够这样子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呢的确是因为当时人犯罪所以 也回来也不是觉得两边的平衡也要回来要想哎，为什么有一个病老是还没有搞好的就要常常在神面前呢那求神来光照我们了、哦、好那继续下去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赦罪医治刚才是犯罪生病但神、啊、真的给我们真的那个全能医治罪的赦免身体的病的医治、啊、我觉得太棒了、啊、这个拆通的顶我常常虽然经文没有这样子、哦、我们这个感受这个经文当时的氛围如果有些人在这个房子里面听耶稣的道
我相信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哇，这么多的灯开着的，都是有点暗暗的，点个油灯啊，这样子来讲论啊，这样子哈。但是一拆的时候会怎么样？小小的一个洞，有一个光线下来，是吧？拆通以后光明了，这个的景象哦，我就会想到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啊！我到有一些的老人院，我都发现是这样，你跟他讲很多，他不会理睬你，不知道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圣灵感动啊，就会跟那个老人家说，只有耶稣是你的出路。哇，真的是个老人家就回我，就说只有耶稣吗？我说任何的事情你靠耶稣就是你的出路，任何的事情就好像重复我的话，你都不懂啊。就是有的时候 这幅图画的虽然是画出来哈，真正的是不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光肯定是这样子来照亮每一个人的。那所以如果今天圣灵给你光，不单只你自己被光照，哦，有罪要求神来帮助我，还有就是有没有好像这个四个朋友的样子来带领有困难的人。很可能今天的因为爱心啊，遇到不发的事增多啊，就渐渐冷淡了。哎呦，那他的事情应该别人会帮吧，我不一定帮。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这幅图画成为我们一个心中一个印象，其实在黑暗里的人很多，你遇到有一个黑暗的人，你知道他有一些很顽固的罪，很顽固的罪，你有些人一看到，哎，这个人我就不想跟他一起了。但是如果你是福音的使者，你是光明之子的话，你也想给这个光明给到那个人呢、啊？神也是这样呼叫我们给到那个人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活出来不是我们自己的那个 nature， 不是我们自己的性质，人本身一定是躲到远远的，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接近，就好像这四个朋友。我相信你想想、哦、那个坛子，你想一个图情景、啊、那个坛子躺在那边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想的？他就说，哎呀，来救我啊，如果他愿意依靠耶稣的话，我愿意要听他听闻耶稣的风声，没有人把我拉过去啊。这个时候有四个人，姑且我们称他为朋友，因为耶稣说连出卖他的家的人犹大都叫朋友，是吧？朋友的那个定义很广。那如果是不认识这个坛子，但这四个人愿意走过来，哎，我们帮他吧，这样子就拆通那个顶，然后来到耶稣面前。哎呀，我觉得单单我这个介绍，我开始介绍我都觉得我刚才我的求神，每次讲到我求神，神啊，你圣灵来感动。其实我应该是不是这里停留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里应该停留这么久，要说这一段。躲得远远的是我们人本性，但是如果遇到有一个黑暗的、有一个犯罪的人，还能还不怎么样，全都不行的人，你愿意今天还是 approach 他，还是给你的怜悯给他吗？求神帮助啊！好，然后呢，就是当然这些就是不能这个不得金钱，应该你们都可以意会到，不能把那个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你的罪赦了，这个时态很重要，就是说在这一刻你的罪赦了，这是耶稣的是你的罪赦了，其实那个含义更深一点，我们中文看不到，但是那个含义，这一刻你的罪已赦了。哎，你知道吗？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都没有这个信心，有没有？一个圣餐礼拜啊，一个什么的，一个培灵会，那个讲员说，求耶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有没有？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是受撒旦的影响，或者是你有一些顽固的一些的事情，你觉得我都没救了，那个信心又复发了，还是这样，还有望吗？这个时候你要记住耶稣的那句话，这个时刻你的罪赦了，就是赦了，不再纪念。哇，我觉得太棒了，这个福音一定要告诉人，你自己也有这样的信心，不然呢就会一直都做这个东歪西倒 的基督徒、哦、今天、可能好一点，等一下也不好一点。但是如果你的信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什么的情形，我做的好的情形，我做的不好的情形，我靠着神没事，这一刻他要赦免我，因为他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啊、然后这个玉子、啊、其实我以为我搞不清楚、啊、
那个看到哎，这个有一字旁的，应该是那个很早很早的时候，第一次看圣经看到这个字，哦，应该是一个被子吧，啊，是个担架啊，一个床啊，这样子。健忘，哎，我也很谢谢。健忘的话，就是这个亵渎神，太过了，你在神的范围说的话，这样子啊，大概这个说一说啊。好，所以来到这个一个探子哈，刚才已经说了一点点。那我们也读过这个经文，有一个人啊，就是应该说有人带着一个探子来见耶稣。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我们愿意来这个接近，那是需要耶稣，但是仍然还在黑暗里的人。那但是很妙的，他说是用四个人抬来的。那这四个人刚才我说，如果是这个愿意帮自己的也是朋友嘛，如果原来就是朋友那也很帮，但是呢也有两说，什么两说呢？那个探子愿不愿意，刚才我说的是愿意的版本啊，听完耶稣的风声我也得医治啊，但没有人带我去啊。但是如果有一个探子说，那四个朋友很热心，哦，我带你，那个人很懒洋洋的，不要，我不要，我可能不行呢，你懂我意思吗？是吧？但是我比较偏于是前面那个，因为如果那个探子没有信心的话，那你最后是不会被神来赦罪，对吧？也不能够有这个耶稣称赞这个信心，因为中文的话你看起来的好像耶稣是称赞那四个人的信心，这个有争闹的，有这个什么辩论这一个题目的，但我比较偏于就是说连探子有这个信心，是不是啊？德就是什么本福什么恩，也因着什么信。那如果他本来都没有信心，你怎么搞？是不是？怎么罪得赦免而得医治？好，那个下面哈，无能为力是我想说的这个上面这四个字，无能为力。什么时候我们遇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无能为力是不能动弹啊，不能做什么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心？就是正如刚才我说，我比较偏于那个探子，还是听到耶稣的风声，我还要追思，我还要依靠他，我还要相信这个事情，他可以医治我。探子被人家抬到这个屋前，哇！刚才那幅的卡通那个图面图画不能够写得更描述。我看过有一些的，但我那个比较萌，我就没有拿出来。那更多的人在门前急着，你说摊子哈、哦，被人抬到那边，本来很有失望啊、哦。但是哎，这么多人，哇，进去，我那四个朋友都不能带我进去。你觉得那个信靠主的心是不是还要继续才行？是不是啊？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哈、哦？等一下后面我会讲到这个哈、哦。人愿意那个靠主信主啊。啊，刚才我说这个了，有人呢很有趣，把这四个人的改名字，一个叫怜悯，一个叫谢利，一个叫创意，一个叫正义，我觉得蛮棒的。我查到这个资料，虽然圣经没有说这四个词啊，没有说的啊，圣经，但是的确嘛，你四个人没有怜悯，心里会带一个带人嘛，你没有谢利，没有合作的力，比如说了，锤那个摊子下去的时候，一个人就锤下去了，那个担架不是一边下去了吗？我是个有意思，当我在 Southern 的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因为有个钢琴呢，是从一家搬到另外一家，然后我们就挑选几位大汉啊，不是满头大汉，总之是有力的大汉啊，后来都是满头大汉了。OK， 然后呢就去搬这个钢琴。哎呀，我们说一二三，你这边有个老兄，一二就丢了。我们所有三个人包括我都闪腰了啊！哎呀哎呀，你懂我意思吗？我怎么说形象化一点啊？哎呀，我说你怎么可能这样丢？我们一二三还要慢慢来呢。那个钢琴很重，一二三，他一二五，他在想有三个人嘛？跳错地中了，他大概他没有满头大汗。那这个，所以你看哦，谢弟，你都要哎，快点快点，哎。哎，我那边长了一点了，你们也快点！哎，不要太快，我跌下去啊！看着，平衡着，是吧？然后创意拆房顶是一个创意了，谁想到拆房顶啊？还有那个有前面三个，如果没有那个
见义哈，见人哈，那个毅力哈，那看到人多要走了啊，看到要搭他去要走了，哎呀，看到抢房子也没有工具也走了，是吧？他就大把的问题遇到你都要走了，他不走，直到把人放到耶稣的面前。今天我们这个两个月哈，都是有个主题的宣教与教会，宣教也是真的是这样。大使命，昨天我跟谁来讨论大使命，就说三个方，哦，是中心的一个同工，啊，他说，哎呀，我们大使命其实三样事情啊，你知道三样事情吗？传福音是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样呢？哦，传了福音以后还要带那个人要受洗，要不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啊，给他洗洗，然后再来呢，就这样算了吗？啊，不是不是，凡我所吩咐你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有没有？还是要带他不明白的，还要教他。所以你传福音呢，是整套服务哇，意思哎，带人信主，你也带他信而受洗，甚至呢，他们不明白，随时来告诉他。那我想说是什么？这个坚毅，这个坚毅的毅力和坚韧的。你一直都要这样子下去，一直这样子，所以我很高兴的是，哎，有人这样子把四个人改名哈，哎，从这个呢，我就想到我要讲得到，哇，有几个可以发挥哦。第一个发挥的就是啊，我下去哈，就是四种的特质都来自什么？无论那四个名字是什么，都来自四个人的信心，有没有？信心是最重要，信心有了，那根有了，你才可以再来开展。根你没有了，你不能开展。所以话这个说回来，还是要信靠耶稣，你才有这些的不同的属灵特质。那当然，我们交朋友，如果交到有一个，那我不晓得你现在我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有些朋友哪一个是特别有怜悯心的？啊，你如果没有来交这四个朋友也不错，是吧？啊，有一个很有怜悯心的啊，没钱吃饭，哎，我请吃饭，啊，你怎么样啊？你起来，我搭个手，啊，接力，哎，他也可以找一些的帮手，有另外一个朋友，再有一些朋友很有 idea， 很有 idea， 常常都给你一些的点子，啊，你可以这样啊，我记得以前我看一个姊妹，很深刻印象。我现在都暂时都没有看到这个姊妹，但是我看到这个姊妹，哇，她就是说，去一个另一个人只不过是想住一天晚上，因为没有房子住，哇，她就打电话给整个教会，谁可以接待，谁可以接待，她打完以后，还跟那个姊妹你需要什么啊？问的还有不问的，哇，让我也在场，看到她所有的预备，你想得到的东西。住一天晚上啊，那个人住一天晚上以后，可能那个收洗的东西都可以用很久，你懂我意思吗？他就这样为他来预备好了。哎呀，我而且呢，这个姊妹是有个特点，说话是这样的。每一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说：“哎，怎么办呢？我怎么帮你？我怎么样呢？我打电话，我应该打哪一个电话呢？懂吗？”哇，这样的朋友要交到几个？要交到几个？很有创意，很有毅力，不离不弃的朋友。看到我们坚强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看到我们软弱的时候也跟我们一起。哦，如果这个是四个选择朋友的一个方向的话，我告诉你，调过来我们也成为别人有这样的四个特质的朋友吧。如果我怜悯心不够，加多一点。我只有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人的 resources 资源，我也想一想创意，不要我的过去的经验成为我的那个一个死板，一个短板，一个定板，没有那块板，就是在想我的资源在哪里，什么时候什么的事情我可以帮他。然后还要建议的人软弱，朋友我们都有软弱，看到有软弱，你就有一种朋友是这样，看到有软弱就离开了。我觉得为什么看到软弱就离开了？人都有，我们基督徒都有高潮是吧？你很熟灵的时候，也可能这个词前情缘呢，不熟灵的时候，熟灵的时候，不熟灵的时候，但是呢，总的都是有点高深的啊。如果倚靠主的话，都是会这样的。那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别人也是这样啊。
所以不必这么快有定论，甚至不要做一个什么呢，好像我们是高高在上的，哦，我们是很圣洁，我们是很了不起，我们都是主里面蒙恩的罪人。 Amen Amen。 有些人还反对这个词，我最近灵修的时候，如果你有跟我灵修的系列那个 Uversion， 就有一个人这样很反对这个词，什么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不是罪人。我说是，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也偶然也会软弱，我的这个意思啊。他也接受了，后来也接受我的说法。 OK， 我们成为别人的这样子的有这样的特质的朋友。我说为什么这个四个名字还很多发挥呢？因为最近我们有家庭的价值观，你的盾牌，有人告诉我，哦，那个我们的教会的大盾牌已经贴满了，我今天一看只有三个，没贴满了，哪有贴满了，就只有三个嘛。那求神帮助我们，你的那个家庭的价值观会非常帮助。我之前上一年的那个是另外一个，这一年呢要更新一个。哎呀，我家里就用得很好啊。我就有个图，然后这个是我家里的图啊。那这个图呢，就是也是神给 idea 的。我说既然 idea 就用 idea 吧，integrity， 因为长老说。陈江老师说一定要 integrity 就好了，这样子哦，好，我说第一个就 integrity 好吗？这样子啊，或者说言行一致啊，至于这个是真诚或者正直都可以哈。那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根，就是神的话，是吧？你言行一致，你还是要靠着神的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是吧？这个是神的话，你才有这个真。然后我说 deliver 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传递很多，叫我想到什么呢？李牧师很好，他那个时候说有三个道，我不知道我顺序有没有说对啊，什么前道、新道、人道，是吧？啊，顺序是这个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啊？但是我觉得哎，这个道是很好的，但是你所有的道是为了一个目的，是什么？把福音 gospel 给到那个人。最糟糕是什么都给那个人，最后不提福音。我真的听过有些人是这样说的，太夸张了。一个教会做这个慈善事业做得很好，我说哎，你们做慈善做得很好啊，关心很多的社区啊。那我说传福音那块怎么啊？但是不用传福音了，我们做到这个很好的，可等于他自己感动就好。我说这样子吗？不是这样，你都要到，你的福音都要到啊。所以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empathy， 我很喜欢这个词，真的英文字里面我最喜欢这个词。为什么？它是同理，但有个不好的解释是同情。其实我不想用这个词，因为同情有两个，一个就是平等，一个就是说哦，我同情你，我高你下这样。我反而我喜欢就是什么？我这四个字深这个什么感同身受或者身同感受，就是这种感觉一样的。我站在你的那个 shoe， 穿你的鞋，在你的位置上面想，有一个人，他这个一个男生坐监牢，他做了一个很不光彩的事，性侵他的女儿。有一个社工，一个基督徒主内的社工，她是一个女性，你想想那个场面，一个女性现在要辅导一个监狱里的这一个的。人是性侵他的女儿的人，你说这个社工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说我很恨前面那个人，我个人太恨这个人了，但是我尽量用这个 empathy 同理，身同感受，他自己做错了这样的事，被所有的世界，被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家里，特别是他女儿所恨恶。现在到监牢也没有得到这些的这个囚犯很好的对呀、啊，这些这样的进来的，凡是是奉约的那个罪进来的都不好受的，打的打，虐待的虐待。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这个社工告诉我，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用 empathy， 如果我是在这个情形，最想人家是什么的眼光，最想人家是什么的语气，最想人家是怎么样的接纳，怎么样的怀抱，哦，我就可以继续辅导这个人。哇，这个我好像上了一课的样子。我说哇，太难了，也太棒了。最后一个 appreciation 呢，或者说看别人强，这是 humility， 这 humble 啊，要谦卑。
很多时候我们家庭的问题的时候，哎，这个没有做，没有做，就很多的这个大家都有一点的怨言。那我说，我们家里不要有怨言，好不好？我们想想别人的好处、优点啊，这个，你知道吗？昨天，哎呀，真的，最近的心情跟讲倒是很有关系。礼拜五的时候。因为礼拜五呢，现在回来教会有些主回来教会，有个主是梁友碧主哈，是长老李代的主哈。另外就是有外面有主的一些新朋友，那个时候，哎呀，我想亲子讲座好不好？怎么样跟孩子互动啊？那我们也在那边了。昨天的时候，我的听到就是说，就是说，哦，孩子如果做错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教他太过事倍功半了。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这些心里记在心里，等他跟你比较平顺的时候再来说这个事情，那个效果比较好一点。你常常说不，我记得 Esther 他今天在不在 Esther 他说他的经验是说常常叫孩子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不要什么不要什么，那个孩子呢不要的时候就在腰那个逆反心理啊，你说不嘛我就腰啊，那反而是说正面的啊。稍微安静一点，因为也 还说原因，因为很多人已经睡觉了，可以吗？这样，那这个效果会大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 appreciation 正面的，这个是 我自己一个例子而已啦。其实你们可以网上的人或者现场的人，你可以用你手机去扫这个 QR码，有更多的教你怎么样做这个蹲法。其实长老也做了，Robin 呢也做了。然后呢，就 Robin 甚至跟讲 Robin 来主讲的，他是怎么样出来的？有一些的建议，比如说那个价值观啊，那有四个啊放在这里啊。然后呢，当然父亲呢要做带领作用，因为父亲是父语有一个身份要带领的作用。然后呢，就大家讨论啊，一家人，但是我一家人就讨论了啊，那个价值观应该怎么样啊？全家最看重的是什么？然后呢，就选这个四个，你觉得是很核心的啊。当然是个核心的，如果你扫这个 QR code 呢，你发现有很多的这样子给你提示，很多，我就跟我随便两页的，其实它很多很多很多，那你可以扫这个 code， 甚至拍个照片先，你现在可以拍个照，然后呢你就可以啊，就可以上去啊，可以做哈。我发现那个盾牌很帮助我，当孩子怎么就是，哎，我说我们 idea， 你还记得我们的 idea 吗？然后孩子说，哦，记得啊，我应该 empathy 一点，我应该 appreciate 一点。他自己都知道了，我很简单，我不需要再慢慢跟他啰啰嗦嗦。哎，我们这 idea 啊，长老是 rice 啊，有米啊，广东说有米就有钱啊，那陈长老应该有钱，那所以才有 rice 啊 ，OK 啊，这个灵派的啊，我转了、啊，哎，你现在还在地上来啊 ，OK 可以啊，我不转啊，等你拍完先，OK 啊，都拍完了 ，OK 啊。一个坛子那无能为力，我们愿意靠主，急需要靠主。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坛子的朋友，刚才我们说调过来嘛，做别人的朋友，让我们愿意来一起合作吗？刚才不是有一个氛围是有个协力来一起合作，哎，这个绳子你放长一点啊，慢一点等等的。好，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就想到我们最近有这个新的培训，叫仆人领袖的培训啊，有陈长老在那边讲，李长老那边呢也是祷告这个鼓励，然后呢也会有一些的讲员，甚至好像我听到昨天的消息是赖洛汉牧师夫妇呢把亲自过来，然后把一个课程呢带到我们当中，当有一个厨师。愿意把他最好的菜煮给你的家来吃的时候，那我们就应该是很 appreciation， 很感恩，很感谢啊！哎呀，我要努力参加。是每个月的这个第二个礼拜六，七点到应该是十点吧，有几个小时在那边呢来接受培训，我觉得很棒。这样的话，大家有共同的看见，那来协力一起合作的话。就更有一个具体的那个效果出来啊！问说，哎，为什么你这样做？哎，我没有听过这个。那这个培训也是对自己有益处啊。好，来见耶稣是在第四、第五节这样说的。好，我们看过这个经文。那么，因为人都不得金钱，拆房顶垂下来，
好，有一句话他这里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觉得应该是不单只是四个人是吧，也包括那个摊子的、这个信心。那但是这个拆顶的，就令我就想到我们寻求耶稣帮助的路上有没有什么的障碍。上次我记得黄景昌牧师他说了一个，就是最重之乐，这个是一个障碍。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不知道靠耶稣可以搞定，是我们暂时不想他搞定，因为如果他搞定，我这边的最终之路就不能继续。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哦。虽然通常公开的时候不会讲的，因为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呢我去探访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如果够熟能跟我谈的人呢，就会说哎呀还是最终之路嘛，哎呀还是没有胜过，没有胜过。哎呀，所以他听到王景昌牧师说的那个道理，哎呀很棒很棒，就是这个。你的障碍是这个吗？还是另外的？还是这个没有工具啊，不知道从何下手来锤那个房顶。你来拿那个房顶的一个石头，那要不要一个一个传下去丢在那边地，等一下还要修复哦，你还要搬回来吗？还是放在旁边？是不是一些方法论的问题？是不是自己那些的什么完美主义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个的原因是很挑剔的问题？那所以求神帮助。那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退缩吗？还是让主看到你的信心？那我觉得很棒这个点子，就是说这个亮光的时候，就是说我要让神看到我的信心，虽然我这个时候没信心了，但是怎么样我都推一点信心出来，我让神看到，可不可以？这个就好像一个什么拿一个泡面的那一包调味丢了，那个泡面是什么？淡淡的是吧？怎么样都找个酱油吧，是吧？怎么样都找个盐呢？你都要放点东西啊，调出那个味来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信徒，我们都有信啊。那当天呢、这个仆人领袖的那边说到勇者，教会不仅需要勇者，还需要仆人啊。当时当然陈长老说是这两个也有点冲突啊，勇者那就是说很跑到前面，很显出来。但是呢那个仆人那是很藏起来。但是后来我就说可不可以这样解决，勇敢的仆人可不可以要勇敢，但是呢也是知道自己身份是仆人。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也是有勇敢，愿意为了我们众人走出来，但是同时他也是有仆人的身份以至于死。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帮人的时候难处在哪里，如果你说我难处是我们要勇敢的心，那我们勇敢一点。但是如果你说不是，我是没有能够辅救一些所谓卑微的人，那今天我们可以想想怎么样与神同行，靠他加力量，做一个勇敢的仆人吧。好，我这个就快快过，好像时间关系。然后得赦起来，这个是一个最后的高潮重点。其实整段的经文所说的，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的赦免。但是你看看这段话，就很多人辩论的话，除了前面那个哪一个是有信心，包括四个人的信心，五个人的信心，我相信你赢过了。但这个的话有点难过，因为这里的是说到到底赦罪啊，说到赦罪的跟那个什么使那个人行走哪一个容易？你记得这个问题吗？我真的听过不同的人说，不同的牧师、不同的院长都相反。所以我在愿意在这里我的自己小小的见解来说说哈。好，但是首先呢要有这个刚才信心这个问题，你放在你心中了，好，你的信心已经有个底放在心中了。那你要知道主耶稣回答人的答案好像在这里有点奇怪，本来是要他得到这个医治是吧，四个人垂下去目的是这个，但是耶稣看到这些人有信心以后，第一句的话就是今天的题目，小子
你的罪赦了。那不是搞错了，我不是要你赦罪，我要你医治我。没搞错，没搞错。耶稣是越过这个病症，进到什么病因。所以我们靠耶稣的时候，反过来想，我们不要常常求主啊，你帮我这个，不就帮我那个，帮我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你要想想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原因在哪里。很可能你知道原因以后，你以后祷告不是这样祷告，不是啰啰嗦嗦，这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不是这样的。主啊，你就改变我这个人吧。我常常跟我旁边人不是很好，我常常要你改变他，改变他这个，改变他那个。原来最需要改变的人是谁啊？是我，是我，是我这个这个人。这个时候好像我仿佛我就是一个摊子，我就是那个人，我是无能为力，我不能动弹，但是耶稣可以帮我，让我这个摊子再来行走。但行走之前，那个原因要找到。所以这个哦，反过来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原因哈。OK， 好，然后快点到这个问题了，哪一样容易？你们说呢？哪一样容易啊？本来耶稣应该说哪一样难的，但是要容易，只给了我们一个 hint， 一个提示。我快快说吧。对主来说，两者都一样容易，赦罪也容易，叫那个摊子起来行个神迹也很容易。但对人来说，两个都难。人不能赦免人的罪，是吧？人很可能你给个药稍微好一点，但也没有主医治的那么好，是不是？所以两者都不能。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要斟酌要问下去实际的话，哦，如果以人的角度，宣布原来你的罪赦了，说一说而已嘛，无从对证，容易啊，那这样是容易啊。那真的要看到他起来的那个就难了，是吧？就难了。等一下，我以后我再回答你，因为现在讲到我就不想回答问题啊。OK， 那以后。所以那个坛子能够起来，众人都看得见的这个神迹就难了。所以耶稣就说：“要你们知道我有赦罪的权柄。”最后做了什么？要那个坛子起来，有没有？接着医治摊子，表明他有神的权柄，能赦免人的罪。啊，所以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呢，就算我们极度的失败软弱，那好像刚才那个逃犯兵一样，我们都要有一点信心，让神看到，而且自己要搞清楚这原因在哪里。你打一个钉，如果有没有试过你打钉啊？哦，我去墨西哥见。房的时候，我发现你不要想看打钉，打钉的人，这打得好的人，真的每一次都打得好的。哇，你只要每次打得好，你就建个房子来说，真的无数的钉，你不知道你打了多少个钉。但你每个人，有些人，有些 handyman 真的每一次都打得好的，大钉、小钉、中钉，位置窄窄的，没有力量，都打得好的。但是我那一打，啪，完了。搞不好那个手指放那边没有很快拿过来，还流血，还打个手肿起来。我的儿子就直接啊，我手啊，这样啊，他用小锤。然后那个我用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极度的软弱，甚至手都被打了，那个钉也歪了，都没有打对。这个时候。有一位 handyman 走过来，他一下子就当然帮你包扎好，一下子包扎那个伤口以后，就把那个钉这样起起来，也很巧妙，已经没钉了，不够钉了，只要那个钉也不能飞，都要用，他就可以把它打打打打打打急，然后啪就打进去。我就想到，神帮助我们就是这样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是我们自己不行的，我们甚至流血的程度都不行的，疼到要死都不行的。它带来医治，带来安慰，带来这个纠正我们那个问题。我们需要神。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有需要有祷告，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安静静的祷告，求神那个钉能够打到一个对的地方。好，最后结束之前，那我们要站起来为主做见证。
那么有一些问题想问的，你愿意向主认罪悔改吗？不论你信主或者还没有信主，你愿意吗？我不知道在座哈，应该是已经信主是吧？啊，有没有？我遇过一个神学院的那个旁边的神院长旁边的帮手，帮了20年，他说其实我没有信主，我是间谍，我是被什么派过来的监察你的，啊，但是后来我都被神感动了，有没有这样的？OK， 再来这个，愿意照着主的吩咐啊起来行走，行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就是那个最终极的不要了，那个东西不要了，那个会害死你。然后用以上的问题，我们彼此勉励，一起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意我们靠着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说到，我们要好像一个坛子，哦，没有帮助，但是我们愿意还是信靠主，还是来跟人一起来合作，来真的帮助有需要的人，也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来到耶稣面前不灰心，继续神来为我们开路，甚至能够真的得到耶稣的赦罪，再起来，以致。主，哦，虽然我们看到我们的手已经出血，已经非常疼痛，已经最残了的，真的很糟糕，但主你也愿意这样子来缠裹我们的伤口，医治我们的病因，也医治我们的病症。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主面前坦白，愿意在主面前依靠主。一生跟随主不改变，不是一时之间，乃是一生之久。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